我们唱法世界里面，你不但要把理弄通，而且要努力的精进。精进什么？至少跟天地相应吧，跟导师相应吧，是不是？你总不能每天那么空晃晃的，然后那么虚无缥缈，然后天天满嘴仁义道德，然后天天都是操马来操马去，自己一点实修都没有，那你就可惜了。因为操马好礼讲不完，讲壮的讲讲不完，但是你不是那个受气，你什么都没有，白搞一场。所以很重要哦。我要再讲一次，所有的规定你只能听太阳圣德的，除了太阳圣德以外，其他学员讲的是附送我讲的，那 OK， 不是我讲的他说的，那是他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所以将来有什么问题你不要找我，你找他，找你自己。为什么你自己 不听清楚呢？不上课呢？不弄明白呢？对不对？对于有些学员喜欢老师那边故弄玄虚的啊，什么导师说导师说，导师就没说，你天天说，那是你说不是我说，你将来背人家因果，你不要来找我。时间到了，你苦不堪言的时候，说导师救我，我怎么救呢？你闯了这么大的因果的祸，我怎么救你？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要务实，不是平常没事管你的太阳圣德怎么写都还不会，等到有事的时候，天天都是导师导师救我救我。你可以救别人，你一定可以救我，那别人就有实修啊，那你就没有实修啊，怎么救你？是不是？所以咯，有事想无事，对不对？你都会背了，你都会背了，但就是不做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操马的学员每个都要务实，务实最重要。不务实，你上100堂课也没用，你上1000场10000场精会也没有用，没有用就是没有用，因为你不被天地所祝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向道啊。你说我怎么没有向道？我就不天天在学吗？没有啊，你的心没有向道。我天天去精会，去精会就向道，那精会里面讲的大道理你为什么都没有做呢？还是没想到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讲有没有听到？有。所以盲目修行就是浪费人生，对不对？弄清楚搞明白，那才不虚此行。